怎么会有男孩子洗澡浑身上下只用一块肥皂呢？我刷到的时候真的惊住了，怎么这么绿茶呢？哥们儿，你们不嫌干吗？咱们就是一个非常的手难得，养的一身嫩黄，就跟我女同事比都一点不太差。咱们男同胞卷起来好吗？女生就不用我提醒了吧，应该没有人用一块肥皂从头洗到脚吧。但即使你磨砂膏沐浴露全套都整上了，到换季的时候还是觉得皮肤干，或者身上有一些小疙瘩不平整，光靠洗澡那会儿功夫呢根本就解决不掉。我知道市面上的一些身体乳呢，它是可以针对性的处理一些问题，但你买一堆不同效果瓶罐跟它堆着，一时半会儿用不上来。这个时候呢，哥哥我就推荐你妮维雅的双管身体精华。它外面这个透明的呢是基底液，里面一层呢是白色的美容液，改善你身上疙瘩的同时呢还能补水强韧皮肤。他家老那个版本我在一年前就在用，但是我之前用的时候呢没有实时记录，但是你看哥这个皮肤在男中算是挺细嫩的。挤出来给你们看一下，咱们就开始上腿了。为了给你们展示，我把我的水能全都关了。你看它挤出来是那种夹心状的膏体，它内管用的是高浓度的二代果酸，比起一代果酸和市面上其他果酸是很温和的，再配上神经酰胺，就好比你打游戏有一个完美的辅助，改善肌皮而且还不刺激。外面这个透明的基底液里面添加了玻尿酸和 B5， 这两个成分呢护肤品里面也是很常见的，一个负责保湿补水，一个负责强韧修复。特别好的是它还可以自由调整两种精华的配比，像小腿小臂这种比较干燥的区域捏住管口这里就能挤出更多的基底液，如果你是肌皮肤或者皮肤比较粗糙，你就捏住管尾这里挤出更多的美容液，其他部位呢你就正常挤管身就可以了。主打就是一个雨露均沾，肤感真的很清爽。你看我反复在这一个地方涂了这么多遍，它也不粘，你看你能听出这声吗？就还挺适合夏天的，因为我这边现在已经有30多度了，在路上呢都会看见很多穿裙子穿吊带的女孩子。咱每天洗完澡抽个5分钟，管理一下自己的皮肤，出门你的自信程度真的会翻好一番。拜拜，下班了。